没有，下一周就咱们就依赖打 GMT， 其他都没有比赛。Thank you.
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开的是那种轰的 CRV 嘛，那 CRV 质量都贼他妈震动了，为什么？怎么就一点划痕呢？这不是好事吗？Yeah!